我们来看到这道题，巧算999乘222加333乘334，一看到这样的形式，你马上就想到什么了？也就是乘法的分配率。那么乘法的分配率就要找什么？就找公因数。这里有没有？没有，那你就想办法拆。我们来看到999，我可以把它拆成什么？可以拆成333乘多少？乘3。好，接下来照写啊，等于，那么加333乘334。好，这里333，哎，就有公因数了，是不是？接下来把公因数提取出来，这就是333。好，乘括号这里三乘222，666加334，算出来了，这就是333乘多少？1000，那么算出来就是333哦，后面添几个零？3个零。